接下来我们做一下自动实验。自动实验的话就很简单，点击启动，它就按照我们先前设定的目标，自动导斜着点，自动升到目标定压，自动慢压。一旦有高压输出，声光报警就会报警。自动升压，升到目标定压，这时自动开始耐压，耐压一分钟。耐压时间到，然后系统自动开始降压。对，人在降压。这个时候我们可以保存，我们设置保存编号，我们就按默认的三号。OK， 这次我们可以打印报告。8月4日11:17。